刚介绍了这边，他是说这边鱼很多啊，然后呢很大啊，重点是因为这边很多人钓，但是鱼都通常都是不会带回家，所以我直接跑来这边钓，是这样。今天呢，因为呢出来嘛，所以呢我没有办法带太长的钓竿，我就带路亚竿做，只是养路亚竿，然后拿路亚竿钓长标啊，反正就是路亚竿钓长，别钓。啊，今天的主旨基本上就是干饭，干饭。然后呢，因为呢我的装备都就很简单嘛，所以就随便煮一煮，然后呢就开始。可以钓到什么就钓到什么，这样。倒不如说就是出游，对，没错。反正今天就是来玩的。今天是 P 一线缠上太空豆，反正因为我现在没有在卷别的卷线器，这样直接捞水我会。我来拉。我会直接那个。讲一下，不是叠下去，我会直接整袋水，整袋都是水。哎，好了，差不多。这样。啊，不管了，就揉一揉啊，反正会来吃就会来吃，不来吃就算了。不会来吃就算了，正常。反正就是透过袋子捏，啊，随便乱捏一通。好，就这样。我觉得你这钩档会开掉。等我一下，我想，你有那个吗？夹的夹，我想把倒钩夹掉。干嘛？是没倒钩吧？有啊。好，今天动开很少，你想办法。今天录影的人是，好，不是，今天录影的人是杰哥，就这样。名字不会跟你公开。动。轻松啊，好，加轻松，没事，明明就很简单的样子，跑掉了。现在重组完毕哈，看我拉大鱼。这东西不是小的，这样大，这样蛮香的，大就是这样，不是这也没办法，倒不是说，因为我没网子啊，有网子就不用这样大，还在啊，对啊，还在，但它不出来，这种东西属于韩式，不过也是那一部韩式的，一部韩式的。抓到感觉，他说，轻松拿捏，感觉对了，轻松拿捏，感觉对了就，嗯，啊，四张头高，没试过你怎么会，每次都断在八字环那边。打蛇脚太，来了，我看到。哎，这路亚竿也是轻松对待、啊。终于，好，我可以这样解吗？好，没有。啊，现在细节啊乱掉了。啊？0.8，笑死。哎，时间断了就又好笑了。去帮你夹。好玩就好，可以拉起来，会断吗？差没差，断就算了，断是从绑主线啊。你好吧。
等一下，我时间不够，拿下手机。先断。啊，我要拍，不要拍。先断。断，拿来换直线。不是很好，接近。这样这样。然后我就看到了。你看，吸重。我决定了，我要把铅板。因为不需要铅块，现在的新叫法就是什么都不装，做好，然后让它飘下去，它会自己剪。不是五秒，有点大只啊。慢走，慢走，慢走。重，没有，对吧？拜托，你抢不嘛？没有啦，没有乱讲，很用嘛。多高的高？好，现在来操试看看，先用抛板。这一根的话就要这样，先检查。好，今天呢，康桥这边鱼很多，很大，很赞。然后呢？就是呢，我在想我可以用假期去探索一些比较不一样的钓点，那有可能是广为人知的，或者是什么秘境这样子，所以这个应该就是我未来的一个拍摄方向。这里鱼老实说就是大，然后呢也不会说冷场，就是他们会一直咬一直咬的。OK， 好，放下去再来。好，放下去。啊，好邪恶哦。啊。超大只，你看，哦，这是康桥的底鳍啊，基本上都是这样子。然后，而且因为这边的人他不会把鱼带回家，所以这边鱼非常的多，而且呢都很肥。你看，拉力这么大，我已经拉多久了？我靠！这就是基本康桥的底鳍，通常都是这种大小。所以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哭一下。不用，我来讲，我来讲。你看这么大，这是康桥基本的体型啊，有没有？来，我提一下给你，加一下，基本体型啊，康桥基本体型。这个有，这好像这快三十，这好像比较大一点，对不对？这是大一点。但是你如果钓久了，钓这么大的，所以这里就是一个野场有的大小，所以这一点就是一个鼓掌，就是这边的人都没有把鱼带回家。是不敢带回家吧？上面是实验废水，这里全部都吸满了什么实验过后的水，这样。好，反正今天就这样，拜拜。